带一下掉好多功力啊，算了算了，难受。哎呀，我操，这个被动。这他妈都能打到。他这都没死啊，秀呢。拿什么翻盘呢？你这个拿什么翻盘啊？怎么排不到人呀？你们人呢？你们还有没有在打呀？我都被顶号了呀，时间也没有在打，都没在打了吗？没有在打。哎，我做视频呢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快，赶紧上号再陪我打机吧。我是被顶号了呀。哎呦，扣你们多了，太难受了，你们。
行吧行吧，溜了。哎呦，完了，我打错了，完了，少了一层控制。哎呦，这网速好快啊。你网速好快啊，阿蛮，他蛮蛮锅，你网速为什么能那么快啊？我网速怎么快了？你多少网速啊？41。那我怎么好几波都拼不过你啊？就他妈抢五年，河南人会偷网速的，抢五年我都抢不到。那不是正常吗？河南人偷网速没听说过吗？他把你的网速给偷了，兄弟。对呀、啊，河南人偷网速都没听说过吗？算了，要送给这个丐帮。你多少？这个丐帮。这丐帮现在变厉害了，讲实话。没啊，这丐帮刚才刚输给我。哼，现在丐帮太强。对，所以我都不跟他练，因为我跟他练，我到时候遇到他我就输给他。九天现在变强了，打神道而言变强了，练多了。他刚才我感觉应该解百裂角的，他解这个醉拳没什么用了。你看解了醉拳就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，醉拳又没有 CD， 对，反打也反打不了。对，肯定要解那个的。我感觉醉拳都解不掉呀。老鹰肯定可以解。那醉拳解了还能他妈的继续盯着你打，难受呢。醉拳这个东西，我感觉最恶心的打法就是先攒一套醉拳，把人家开个大牛解控，对，然后再开一个大酒。他妈，你这是打谁的号呀？我不知道，不晓得是什么鬼，太菜了，没号的。你不是当落雨的狗吗？啊，你也去，你也去落雨那吗？你可以排吗？排排，你也去落雨那吗？我是很想去了。那你去呗，我也去了。这是肉夹馍，这家店的肉夹馍。哎，你吃完了我也要吃，然后我那个吃，刚刚那样吃，应该吃饭。不知道我跟你说，我这就是先弄一次。哎呦，排不到人，老哥们，赶紧上来。
我得去问一下费曼。你问他啥子呀？啊，龙剑，龙剑没了，寒门血被寒门血龙剑弄不了了。寒门血龙剑已经三个了，你弄个屁啊！那弄个屁啊！说吧，你弄个屁啊！那弄个屁！我去问一下呀，他有位置的话就弄啊，没位置就算了呀。十个球包都满了，大哥，满是吧？已经满了。其实他说满了，其实没有满，你知道吧？他说满的时候其实没有满，现在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了。现在已经满了。他早说满的时候没有满，他把我的那个球票单子都挖走了。你说他满了？太秀了！他把你球票单子挖走了，啥意思？把你球票单挖走了？他3500接球票，我那7000块钱接的，然后他给我挖走了。秀呢？3500是真的。3500，为什么3500接了呀？哇！现在球拍都已经可以这么便宜了吗？我不知道在玩什么。现在球拍，我还给飞曼转了300块钱，我真的跑了。你给他转多少？300。他说男人有个球拍要退的，然后给他钱，我就给他了。太秀了。我费曼还欠我500块钱呢。哎呀，不费曼有钱的呀。有钱，有钱肯定也没有安好有钱。哎，富家子弟，富家子弟。行了行了，你们都有钱，你们随便来一个都是富家子弟。没有没有，我一直啊。啊，他是真正的富家子弟，晓得不？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天命也打进去，好吧。这青龙军训了，天命没啥好打的。没号呀，我他妈青龙。借号啊！他训练号真接不了，拉他不打。泰坦模式开启，我已经上号了，没办法。晚上来了，打不过我的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挨打模式呀，这无所谓啊，练很重要呀。哦，姑姑这号最高功力，你接近那个啥呢？大哥，我都4.2了，去你妈的！完了，这把打他妈没了，臭了。哎，4.2，但是你菜呀、啊！嗯，我他妈能打死你啊，废物！哎，你能打死我？我他妈40000的小号，你跟我说你妈呢？错错。那就跟上赛季我跟那个谁，跟六六，我3.4，他3.6，那百里冰我打不过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开直播，开直播。不打这边了吗？直接。哦，2000多热度还可以哈。嗯，居然被偷了呀！你海盗？我知道啊，没办法，没钱啊。我下去，我下去。哎，翻盘了！这个就有节目效果了。你别卡我个点啊，我来说。想说并肩看
妈的，这跑得跟狗一样，哎，难受呢。这个有特效也好一些。
哎呦卡了，哎呦他妈的我卡一下呀，烂了烂了烂这把在打什么呀，你妈在玩瓜皮吗？打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妈的这个，哎呦又卡，哎呦完了，哼，这网速真的是你妈快的一批，能打我加达这么多瓶，哎不行，等我马上去上海了，我也要变成一个网速的，真的你妈吃网速。这种东西他妈的不是网速连到还连不起来，难受。Oh my God.
哎，我打失误了。扛不住了，哎呦，翻盘了。哎呦，这个东西完了，出他妈大事情。哎呦我操，怎么冒出了一个丐帮呀，三天球打76名，没有人能吃得住这个丐帮了呀，现在丐帮是真的强，3.5在天命打50，3.9在天命打50名，牌面
哎呦，隔着十万八千里踢我，牛逼呢，兄弟！哈，你隔着十万八千里踢我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啊？哼！排面，你妈的，隔十万八千里踢我！哎呦，嗯，牛逼呢！就输在那个敌人腿上面了。把我解控给踢掉了，要记得没有错的话，这种东西遇到剑浪怎么打？一个解控换个离旋腿，亏大了呀！哎，真的是你妈的难受。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职业？新出的职业都没丐帮厉害，难受。这怎么都不跟我打了呀？
哎呀，这往事的东西是个好东西呀，可惜我没有。也不叫无痕的嘛，凶的。